我漆膜的，我窗竖上了，大哥。你一天栽冷的，那怎么窗的呀？我怎么漆膜的？我看美女来了，回头那脑袋都撞过来呀！我脑袋我撞过来了，那怎么撞的？头盔也没回过来，大哥。怎么不撞死你？今天哥带你去过最大的酒店玩了。好。成为你的顾客呢？快了，快了。老妹，你在哪工作呀？咱们可以服务你。火葬场，给死人化妆，看你啥时候去啊？媳妇过来，给我倒杯水。哎，那咋的了？我咋才回来呢？我他妈在快手看国家兴亡岂不有责，他们要么就是捏碎火鸡面，要么就杀三星，咱俩穷啥也干不了，我就给隔壁老韩头干一顿。然后呢？然后我现在要找个孙子韩乐天，给你打过去。小楠楠，你会啥绝活 ？Beatbox。来，加油来！来，弹几首就完事了，来，加油！啊，加油！此路是我开，此树是我栽，要想从此过，留下买路财。二哥，大哥走二了，没吃药又犯病了，快点把大哥带回家。又该吃药了。回家，回家。哎呀妈呀，瞎呀！不好意思，二哥。走道能不能看点？嗯，不好意思。长这么漂亮，没有对象啊？没有，二哥。没有对象啥意思？没有个对象，你让我撞我，滚滚！个山炮的玩意儿，谁好笑啊？啊，你咬我干啥呀，媳妇儿？亲爱的，人家说女生咬男生的时候，就证明这个女生很爱他。媳妇儿啊，你要再这么咬我，我可没法抱你了。啊，回来了吧？今天抽烟了吗？抽了，抽了几张？抽了一根。我他妈不告诉你，一天抽一包吗？今天打上了没有？打了。打了几个？打了一个。我他妈不让你一天打五个吗？就你这个怂包包的样，怎么接手你爹我以后的沙发了？就能给你拿10块钱的啊。找着大哥，别砸别砸，理这一锅，大哥。兄弟，你别无脑爱国，行不行啊？怎么的？大道这老些韩国车，你就砸我车呀、啊？你还认识我不？不认识了，不认识了。2012年钓鱼岛事件，你开个破逼现代给我丰田打了，记不记得我？哎呀，我哥们你呀、啊，我爱国，我爱你大哥，我哥呀，我操你妈，跑我的呀！老三，你借我俩钱呗，我买套房子。房子多少钱？100万。你手里有多少？我手才5000块钱。你真的吗？明儿你上我家，我养你老，我给你买一套得了呗。也行。傻逼！我操！刚取完咋又存进去了呢？你不知道，我哥们给我打1000块钱，我看有没有假的，有毛病吗？有毛病。姐，你给我发过500块钱红包呗。我他妈该你了，我给你发红包。你看，我都管你叫姐了，你就给我发500块钱呗。你他妈管我叫妈，我还让你吃过奶呢你。哎，妈妈，你是我的妈妈。
哪怕我前面有十个帅哥，只要你一出现，他们都会黯淡无光。别闹，我有那么光彩照人吗？没有，你还胖了，把光都给挡住了。不是，哥，你看我长得好看吗？好看。我妈都说了，你大十八变，越变越好看。可拉倒吧，别听你妈瞎说，那孙悟空七十二变的咋变都是猴，杨二郎七十五变，杨二郎七十三变，不有大变和小变的吗？媳妇儿，你猜我兜里有多少钱，你猜对了我全给你。一百。对。二百。不对。啥玩意不对，都给我拿来。咱俩结婚吧。你有房吗？没有。你有车吗？没有。那你有什么呀？我什么都没有，我就是帅。我去，哎呀我去，我操，咱俩可帅你咋地。三十八号史振香，抓紧过来一下。来吧，你叫史振香吗？是啊，我叫史振香。有啥疑问吗？没事没事啊，看看。你们笑什么？有啥疑问呢？